替我们 action 吗？我们可以喊他。等一下，导演对不起，导演对不起。导演脾气不好，你们刚刚有很大声吗？有。他在跪，他没有听到。我们再一次来，下车这边 ，Action！ 你干嘛？不好意思，学长，我们今天有些事情要讨论，不好意思哦。讲话就讲话，干嘛动手动脚的？下菜鸟，这样看。所以，我们去壁咚。我想到办法，怎么跟学校要到我们排球队经费？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啊？对，你跟我走吧。学，我也要唱一次。学，学。等一下啊，一起吃饭。我先吃汉堡，然后吃完了再去你家帮你吃。按摩？按摩？不用去他家，来去图书馆也可以，好不好？他就叫你闭嘴。OK， 不好意思。我觉得还是今天要时间停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对。队长，你不要。